近日有媒体采访了亚姐出身的杨恭如，39岁的杨恭如现在虽单身，但喜欢小朋友的她直言不排除过两年炮制属于自己的试管婴儿。杨恭如1995年参加香港亚洲小姐竞选，赢得最上镜小姐及亚洲小姐冠军等4项大奖，同年签约亚视。此后开始她的演艺生涯，由于其外表斯文气质内敛，更被媒体誉为最美亚姐，亚姐中的亚姐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